是啊，哎呀，最近这个皮革啊，质量欠佳，价钱呢却高涨不下，这个生意真是越来越难做了啊。他们铁定是亲生，胡乱喊价。没关系，我认识几个做皮货的，过两天帮你拉拉线。啊，老板娘那么关心，在这先谢了。小事一桩，何必言谢呢？何况做生意嘛，本来就是将本求利，我又怎么能看你们吃亏上当呢？是，那我们告辞了。好大的官威啊！什么人？他是东厂东宫曹少卿。如今锦衣卫遍布全镇，我们行事必须特别小心，以免引人怀疑。这个我知道。对了，邱文亮他们还好吧？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他们被人围攻，邱姑娘和周大侠身受重伤，而邱玉是不幸丧生了。什么？玉儿死了？罪过，罪过。秋玉虽然不幸牺牲了，可是他今生的劫难总算是结束了。人生在世，谁无死？只在乎是死得轻如鸿毛，亦或是重如泰山。大侄，可有南梦良的消息？我找遍了全镇，都没有他的踪影，真是急死人了。没有关系。秋玉一死，曹小青一定以为是孟良死了，因此他目前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只要有耐心，相信一定会找到他。到了曹少卿此番来到黄花镇，事情不会不明。大哥的意思是，想那曹少卿何等权高位重，若只是为了追杀邱姑娘一行人以及抢夺兵符，他又何须亲自出？依大哥之见，他是因何而来呢？我担心的是他故技重施，在假传圣旨，把郭登将军调虎进士。如果大哥不幸言中，我们岂不是白费心机了？倘若天意如此，我等也只有束手无策。钟先生，所谓人定胜天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大师可有高见？我们为什么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？大师的意思是说，刺杀曹少卿。贫僧认为如此一来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只是不知道他下榻何处。龙门客栈。哦，大哥，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呢？倘若曹少卿要刺杀他，都如此容易的话，
这些年来他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此人非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足智多谋，绝非泛泛之辈。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他阴谋得逞，把郭登将军调回京师吗？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而已。再者，要对付那曹少卿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大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想我袁空不仁不义，既辜负了杨大人托孤之意，将孟良走失，又不能将兵符送达郭登将军手中，一旦战事再起，是将身灵涂炭，万灵陷于水火之中。皆是我袁空一人之过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将曹少卿这个祸根铲除，才能保我大明江山，解孟良之围。杨大人，是为知己者死，袁空愿以命相报，以仇知己。身在佛门，却不能遵守佛门戒律，妄动杀念，将数十年修行毁于一旦。看袁空已下定决心成人取义，刺杀曹少卿以解救众生，纵使来世轮回，百苦千劫，袁空愿一力承担，望我佛慈悲。和尚他叫袁空，曾因主差办案被我扣押，后来因为发现没有什么疑点，就把他给放了。他要是没有任何疑点，怎么会来行刺办公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公公恕罪。你除了逢迎拍马之外，还能办什么正事？属下知错，绝对不会再犯。再有下次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是，拖出去，吊在城门口，杀鸡儆猴，看谁还敢行刺！是。家庭，属下在。你明天在城门附近布下暗桩，看见谁神情有异，立刻跟踪。是。我就不相信他的同党看见他曝尸城门之上，还能镇定如常。哼哼。
大哥，别说话，继续走。快点，快点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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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不要，快点！老大，客官，你们的菜来了，哎，慢用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啊？是小光头了。小光头怎么会欺负你啊？他一直哭，一直哭的，都不跟我们说话，他不理我们了。小光头为什么哭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就一直哭啊。好，我跟你去看看他，啊，招呼一下客人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是，老板娘。我知道你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只是你不想说出来，是不是又在想你爹娘了？嗯，小光头，不要哭了嘛，他们在天之灵看到你这么伤心，一定会更难过的。小光头，你不要哭了啦，我也好想我爹我娘，我也想哭。哎呀，好了啦，哭什么不准哭了？爹娘死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哭的？等到没得吃没得穿的时候，再哭都还来得及。小店说的对，人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才该哭。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有希望，有什么好哭的呢？嗯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老板娘姐姐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做过乞丐。老板娘姐姐，你以前也是个小乞丐啊？我不只是个小乞丐，而且和小珍珠一样有两个疼我的大哥哥，只是我不爱哭哦，因为我知道我再怎么哭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。幸好在我八岁那年，以前龙门客栈那个老板，也就是我的义父，好心地收留了我们三个可怜的小孩，让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老板娘姐姐对我们那么好。看到你们，就像看到我自己小的时候一样，我怎么能不疼呢？老板娘姐姐，那现在那两位大哥呢？他们后来因为吵了架，都离开火花镇。哥哥，那你们不能吵架，如果你们吵架，那我就没有哥哥了。好，只要小珍珠不哭，我们都不会吵架的。嗯，
那我以后就不会哭了。对了，那现在这两位大哥都不会回来了，他们现在都做了大官，没空来看我。他们好坏哟，当了官都不来看你了。老板娘姐姐，你放心，我长大以后如果当了官，有了钱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。希望你有这个良心。老板娘姐姐，我长大也不会忘记你的。好，你们都是乖孩子，记住，以后一定要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，懂不懂？懂。袁空大师之死，你多少得负点责任。韩言知错，知错就好。你怎么会看不出来？袁空打探曹少卿投宿何处，就是打算破釜沉舟。如今他行刺不成，想要再刺杀曹少卿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曹少卿把袁空的尸首挂在城墙之上，一定是想借此揪出其他的党羽来。不错，所以刚才我才叫你不要说话，一直前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难道大哥看出什么破绽了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围观的百姓当中，有几个人神色不安，而且穿着官靴，显见是锦衣卫乔装改扮，目的是监视来往的行人。倘若当时我们情绪激动，岂不是难脱嫌疑？曹少卿果然高明。我早说过，他绝非泛泛之辈。大哥，我们该如何应付呢？你对姬湘玉谎称说我们是批货商人，这步棋安排得不错。依我看呢，金香玉和曹少卿定然关系不浅。何以见得？你想，金香玉和吕小川之间曾经多次发生口角，如果金香玉和曹少卿不是旧事，那吕小川岂会善于罢休啊？这倒也是。再者，这黄花镇上曹少卿为何偏偏要住在龙门客栈呢？对呀，金香玉也说过，有一间上房特别是保留给曹少卿的。不过因此一来，我们反倒有机可乘。哦，大哥有何妙计？如今孟良下落不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，而我们长此以往住在龙门客栈，难免会被别人怀疑。因此我们必须找个理由留下来。对，要找一个理由留下来。找什么理由啊？依我看，那金香玉对那几个小乞丐十分疼爱，我们不如就投其所好，有金香玉做挡箭牌，相信我们必定能够脱离嫌疑。那如何投其所好呢？办学堂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呀。那几个小乞丐聪明伶俐，只要严加督导，日后很可能成为栋梁之才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但可以掩饰身份，同时又可以做好事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不过可苦了你这位教书先生了。我当然是你了，知乎者也，这是你的看家本领啊。除了你还有谁啊？哦，我只怕又教出几个落地秀才来。哎，要是被你教出个状元郎来，岂不是弥补了你前世之憾吗？大哥说笑了。好，既然决定这么做，我立刻就去找金香玉。开学堂？好啊，这么一来孩子们就有书可读了。
那是经费问题。至于经费方面，你就不必操心了，一切全部由我来负担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又出钱又出力的。这样吧，你我各出一半，让我也尽点力嘛。老板娘有这份心意就好了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之所以要这么做，是想寻求自己心灵上的安慰。什么意思？像我钟正南漂泊了大半辈子，既无家室又无子女，虽然说这些年来经商颇有积蓄，可是总觉得心无所寄，总想有一天要把这些积蓄拿出来行善助人。这些日子看见老板娘对那些小乞丐疼爱有加，我心有所感，所以才决定这么做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这么着吧，学堂的伙食我全包了，反正饭菜都是现成的嘛，也不差多摆几双碗筷了。那就有劳老板娘费心了。咱们可就说定了。好。来，我一茶敬带酒来敬。我敬你。谁呀？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闲得慌。是我呀。小玉，我闷得发慌，来找你聊聊。进来吧。这么多年来，你还是头一次进我的房间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不论什么地方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小时候没有自己的窝，只能随着脏，一旦有了自己的家，又怎么能不清洁打扫呢？家，我要是能有个这样的家，我也就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。少卿，这些年来我知道你有多累有多苦，为什么不让自己休息下来？难道权势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身在官场之中，也不能尽如人意，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地步，就算我想要退也无处可退呀。算了，不谈这些了。小叶，今天跟你谈天说笑的那位是谁呀？怎么，吃醋了？哎呀，小玉，在客栈里头每天有那么多人出出进进的，我要是见你跟人谈笑风生就吃醋，那我岂不是成了醋坛子了？你小的时候岂止是醋坛子，简直就是酿醋厂。算了，我看我不跟你说啊，你是不会甘心的。那个人呢，是从钟南山来的皮货商人，他叫钟正南。他今天来跟我商量说，想要在黄花镇上开学堂。这么一来，小丁他们就有书可读，我也可以少操一份心了。哎，为了那些孩子，你真是用心良苦。那也是应该的。当年如果不是义父收留了我们，你我哪有今天？说的也是。啊，时候也不早，你也该睡了，我走。小月，明天我一大早就去见郭丹，我希望他能奉旨行事，否则。公公请上座。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何须如此见外呢？曹公公如今
官高爵显，位极人臣，我等岂敢怠慢？既然如此，我就不用跟你套交情了。郭登，末将在。我今天来是奉旨调你回京任兵部尚书一职，你谢恩吧。郭登万难从命，不敢谢恩。什么？你敢抗旨？郭登岂敢抗旨？只不过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你为何不受？瓦剌屡犯边关，近日尤其猖狂，如今战况紧急，我等请任凭强敌来犯，上京救治。这你倒不必担心，皇上已经另派唐龙接任镇西大元帅一职。我等，你准备一下，即可回京上任。调兵请将，一向由兵部直接调派，怎会由曹公公发号司令？日前兵部尚书杨宇轩遭弹劾，被指控勾结瓦剌意图谋反，皇上已经降旨将他满门抄斩。杨大人，忠君爱国，众所皆知，如何会勾结瓦剌呢？想必谋反叛国，另有其人。圣意如此，任谁也无法左右。你要是觉得杨宇轩无辜受害，何不即刻返京为他平反，替他伸冤呢？就算杨大人因罪遭诛，调兵请将，也该有兵符为证。杨宇轩自知难逃一死，竟然自毁兵符，所以皇上才派我来传达圣意。不见兵符，郭登恕难从命。大胆郭登，你真的敢公然抗旨？为了边关安全，郭登只好如此。好，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你，你等着受死。来来来，你们请。钟大爷、柳大爷，你们看看这里是不是个办学堂？稍微收拾一下也挺合适的，尤其是外面院子，还可以让小孩疏动疏动筋骨。对对，慢慢吃，不急不急啊。杨姐姐，妈，行了，他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他们呐、是来教你们读书识字的。我才不要跟他们学，他们是坏蛋。对啊，他们也不想回来上午。不许胡说！老板娘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要教我们读书啊？这两位大爷呢，看你们一天到晚在街上乱跑，像个野孩子，所以呢就大发善心，决定要在我们这里办学堂，教你们读书识字，以后才可以做个有用的人呢。我们这里虽然像狗窝，但是还是我们住的地方啊，又要在这里办学堂，不行，我不答应。那我们住哪里啊？不行也得行，在黄花镇呢、我说了就算。还好意思说这里像狗窝，我看呢、比狗窝还脏。狗窝能住人吗？老板娘姐姐，我觉得这里虽然很脏，可是很温暖啊。小光头，你放心，我会把这里啊弄得又干净又温暖。你们除了上课以外，还是可以住在这里啊。而且以后啊，我会每天供你们三餐，保证让你们住得舒服，吃得满意。又有的吃，又有的住，这不就和神仙一样快活？想得很美哈！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公吃公住，你们可得给我好好的用功念书。要是让我知道谁调皮捣蛋不用功的话，我不扒了他皮才怪呢！老板娘姐姐，我最乖了，我一定会认真的读书的。好，小珍珠，以后呢，你就帮我盯着他们，
谁要是不乖，不好好用功念书的话呢，你就跑来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马屁纸。大娘姐姐，她骂我。你骂谁呀、啊、你？来，见过钟大爷。全哑了，不会叫人啦、啊。钟大爷好。大家好，只要你们肯用功读书，将来钟大爷比老板娘姐姐对你们还要疼呢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教你们变戏法。好哎，学会了变戏法，就可以到街上卖艺，不怕没饭吃了。你呀、啊，就这么点出息。来，柳波子。柳波子好。哎，小朋友好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合作啊。老板娘，就是四个孩子，人数是不是少了点啊？那容易啊。你们四个给我听着，今天出去啊，每个人负责给我找两个小孩来上课，谁要少找一个，小心吃棍子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，别过来！别跑，小心撞到人了。你看，老板娘，依我看，这些孩子只有你对付得了。我这叫啊，歪嘴巴吹的一口好唢呐。邪门歪道我全会。至于正经八百的教他们读书呢，就全靠二位了。哦，我们这叫做各尽其才。嗯。看呐，这样大概差不多了。只要摆上几张书桌，哎，就四模四样嘞。走，走，是啊，继续去。哎，我们都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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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好。老板娘姐姐，人都带到了。对，你看，站好。好极了，既然这样，我看可以开始准备上课。你干嘛？小珍珠呢？不知道，可能还没找到人吧。怎么那么迟？姐姐，哎，怎么了？我跪在地上求他们不来踢我。哈？好大的胆子，他们竟然要踢你啊！走，我去把小珍珠报仇。且慢，且慢。所谓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他们既然不想念书，又何必强求呢？啊！夫子，你在讲什么啊？啊！好了，韩燕，你说的太深了，孩子怎么听得懂呢？哦。看来我的教学方法要改进改进了，必须深入浅出，循循善诱才行啊。那就对了，最好呢还加点插科打诨，威胁利诱，要不然我跟这群孩子啊，可是一炷香的时候都坐不住了。老板娘，
这可是你的拿手绝活了。我二弟他是望尘莫及啊。可恶，这个不识抬举的郭登连兵部尚书的职位都打动不了他。公公，他既然敢抗旨，为什么不治他一个欺君罔上之罪呢？废话，你没听他说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我又没有兵符，怎么治他罪？公公，我们真的没办法动他吗？要是有其他办法，我还会让着眼中钉肉中刺活到现在啊。如今杨孟良已经死了，邱莫言、周淮安身受重伤，下落不明，这兵符嘛，一定是在另外两个同党的身上。可是这两个人到底躲在什么地方？启禀公公，这两天我们已经把整个黄花镇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他们两个。目前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人右脸上有胎记，另外一个身形相貌全不知道，确实不知如何找起。想必此人长相平庸，打扮平常，不容易引人注意。贾听，在从明天起一连三天你守在城门口，所有人准进不准出，特别留意右脸上有胎记或者疤痕的人。还有，凡是武林中人，一定要严加盘查。是。小川，属下在。你负责打听所有跟圆通生前任何接触的人，都给我打听出来。是。依我估计，这两个人一定还在黄花镇内，而且这兵符一定还没送到郭登手中。只要我们仔仔细细的搜，一定能把这两个人给找出来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是。我看你没吃晚饭，特别给你准备了宵夜，顺便给你喝两杯。小玉啊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关心呢？是不是别有用意啊？你说这话可就太不凭良心了，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？你的心思我还不明白啊，你是想知道我今天跟郭登见面的结果，对不对？那你可猜错了，我对你们的事儿啊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哦，难道你不担心我会对他有所不利？咱们三个认识了三十来年，谁不了解谁？如果你真要杀他，你会告诉我吗？如果他肯听你的话，你们也不会斗上三十几年了。你们两个啊，反正啊，就是小鸡不撒尿，各有各的道，我又何必夹在中间瞎操心呢？总归是你动不了他，他也伤不了你。小玉啊，你知不知道他竟然抗旨不遵，这可是死罪呀、啊！你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他，他呀就是小公鸡占大梁，官不大，架子可不小，只要是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就是把他的头砍了他还会硬撑着。你还真了解他。我也了解你啊，如果我抓不住你的性子，又怎么能在这儿陪你这位人见人怕的曹公公喝酒呢？喝酒喝酒，来，干杯。起立。行礼。公子好。小朋友好。不对，
各位小朋友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上课，如果各位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呢，没关系，尽管举手发问啊。啊，丁同学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夫子，如果我们都明白的话，是不是可以不用读书了？啊，小丁，你给我坐好。老板娘，看起来只有你才知道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正式上课。夫子念一句，你们呢跟着夫子念一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子曰。子曰。学而时习之。学而时习之。不亦乐乎？不亦乐乎。夫子啊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哦，那他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，好像不快乐。你看，你看，他笑了，可见呢，他也觉得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书中自有黄金屋。黄金啊，丁同学，怎么又是你？夫子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颜如玉呢是说面容姣好的美女。哦，这么说书中有美女也有黄金了，那我们多买几本书不就发财了吗？这个柳二爷想教好这些孩子啊，看来啊还得伤头脑筋呢。这就叫做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啊。幸亏韩嫣个性温和，如果再有点耐心的话，相信铁杵能磨成绣花针。但愿这些孩子能够用心读书，将来长大了才能有所作为。老板娘放心，所谓学问学问，他们这样勇于发问就是好学的表现，别操心了。那照就交给你了，我回去客栈准备点吃的，马上就送过来。啊，你费心。唯女子与小人，为难养也。哦，夫子，你完蛋了！啊，我为什么完蛋？你刚刚骂老板娘姐姐是很难养的小人啊！啊！啊，我什么时候骂过人呢？你刚刚说女子跟小人最难养了，那老板娘姐姐不是女人吗？哎，小林哥哥，夫子说的不是老板娘姐姐，夫子说的是小珍珠。哎，对。你乱讲！哎，他说的没错啊，小珍珠是小女子，又是小人，所以最难养了。小笨蛋，你敢骂我？我不跟你好了。我小小小又笑笑了，黄狗三娘，对，黄狗三娘，要揍他了。乖干嘛撞我？是小人，你才是小人呐！死小人，走开！你小人还是小人？走开！各位小人啊，不，各位小朋友，哎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各位小祖宗，乖乖的站好啊，书不准掉下来，哎哎，你不准掉下来，快站好，哎，又来一个，还笑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不听话，我告诉老板娘姐姐。笑，还笑。
只需要继续拉着我，没有逃到哪里，才会不分离，我宁愿和你死在这里，不让心变成废墟。爱上我是你，爱上我是你，我的世界天崩地裂，你如此冷清。爱上我是你，爱上我是你，说通我手却避开我眼中的恐惧。